球也确实是快，不过冰魄这个球的话只能说是容错率高，并不是特别的快。来看一下起步情况，这边小蛋是稳稳的先冲了出来，那在木白傻蛋没有挤满蛋清，这就稍微有点难受了。来二段延续进阶，哇，这里木白提前释放 ECU， 现在距离但是并没有被拉近特别的多，到了后方，哇，这一个弹射居然拉的这么多。好，换一手氮气起断空，这里断空没问题，直接那招超车对抗了木白，上了木白这一波对抗给到了傻蛋一些压力，但是并不是特别的多。再延续看一下傻蛋后方的一个跑法能不能冲出，哎呦没冲出来，小鹏有机会，木白还有机会，再接小票 CW 一走。看来木牌今天的一个手感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这个距离并没有被拉得特别的远，前方毕竟是一辆机甲，这里弹翼甩尾再跟，哇，这个距离现在就被拉开了，毕竟释放了一下 ECU， 傻蛋一释放 ECU， 这个距离肉眼可见的被拉开，来到了一个大仓直道，这一把木牌不太好追，除非傻蛋主动摆给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。来看一下前方的一个暴力，暴力入弯调了一下路线，弹气延续落地再接一下弹翼甩尾直接弹射，哇，这个弹射的角度非常的刁钻。六五波落地喷形成一个 CW 起断空，留下小喷弹一甩尾，留出一个 WCW 的喷，弹气延续再一根，这里的弹气延续还能接 WCW 喷吗？弹气延续看一下前方能不能冲一下小喷，冲到了，他冲到了这个小没冲到，冲了半个。来看一下这里落地再接 WCW 喷，小喷贯穿入弯，一球已经再次发动，换手弹气，六五波落地喷形成一个 CW 回头，这一把啥弹应该是稳住了呀，留喷延续刷屏过弯。哇，看一下最终的冲线成绩，难道要更快吗？一分三十八，还是比较快的一个成绩，非常不错的成绩了。木白这边紧随其后，拉的并不是特别的多。傻蛋拿的是一个时间淘气，但是这个时候对于机甲来说还是有优势的。机甲优势还是非常大的，还是。来看一下，机甲可以开局就放一下氮气。好，哎，他怎么这么放呢？他这个氮气怎么这么放呢？木白。有点搞不懂，有点搞不懂。来看一下弹气延续，传出延续，刘坤，利用空门落地喷形成一个 WC 大补算起断空。好，这里个路线虽然有点小通墙，但是影响并不是很大。傻蛋子路线还是依旧一马当先，一次有点来了啊 ，biu biu。好的，现在来到正式来到机甲的优势点，可能要反超了。这个压车压得太狠了呀！这里的木白压车稍微有点狠，侧身调整，弹气延续，再接甩尾。哇，不是吧？机甲干不过 A 车，这一把木白人麻了呀，是只能说保持了一个之前那个差距没有拉。是的，来看一下这里的弹射路线不太对呀，路线稍微有点差。来看一下傻蛋这里的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健，非常稳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前方可能就哎呀没了，这没了，这不没了吗？嘿，这我一下拉大了呀，那一个甩尾没有甩出来就可惜了，一丢丢没了，而且还停了一下。哇，用一个这两台车跑出来一个一分十三，还是比较不错的成绩了。让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咱们比赛上场的一辆赛车，是冰魄它噬魂幽灵。看木白这边一个起步，噬魂幽灵这车也能用啊！你别说，还现在看还可以，但是木白这边也不想给你机会，这玩意儿也能用啊。好像还真的能用，有点离谱。理解了，上理解了，有点上理解了，真的是有点超过我的理解了，你知道吧？其实这辆赛车它的登场率是在 A 车当中属于相当低的，没有之一，绝对是最低的那几辆，差不多那种。来看一下木白后续的一个，傻蛋给机会了，看一下后面换一下它氮气，来特山，哎，卡住傻蛋了一下。再把傻蛋装大了，一二三四，啊，这个车几个粉来着？我怎么看着一堆小粉？一二三四五个粉，哦，那是拖延呀、啊！我以为什么情况 ？A 车也出七分车了，给我总不会了。来看一下，现在木白应该是不会再给机会了。像这个距离的话，后方的失误点，除非是木白摊了两个小喷，但是这两台车不需要去摊。对，它不缺。不缺小喷的话，木白就不需要去摊。已经拿稳了，来看一下最终的呈现。恭喜木白拿下一分。啊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我操，这个 ECU 这是。但是现在战友双双要比这个车更加的适合一点，看来又想装一波，傻蛋要装一波了。
反弹射，他们来气，直接小喷，形成一个 WCW 喷，看一下，哎呀，不白这时候着急了呀，这时候暴力放的太着急了，完了这个距离没了，是这个距离不好追了，不好追了，是的，看一下这里的单气延续，代言，而傻蛋的这个路线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调整前路线，一九点来了，看一下这个一九，啊哟，还是比较快的，前方需要留一下小喷了 ，WCW， 哇，这么延续，啊。这个跑法我都一时分不清，这是新跑法还是老跑法了。来看一下这里，换一手氮气，换出流喷，氮气延续带根，这个延续还是非常 nice 的。看一下弹射，一甩，好，快出撩开，氮气延续，一甩，延续再甩，二甩，好的，这里一修点来了啊 ，biu， 还是比较快的，延续带根，流喷延续，就是一个 WCW 喷，好的。没有给机会了，看来是真的不给机会了。是啊，有一个长直道的距离了呀。看一下这个延续，12、13、14段延续，利用空包落地喷再形成一个 CW 大喷。看一下最终的成绩，最终出现是1分15.87，用 A 车，一辆老 A 车跑1分14.5，离谱呀，傻蛋。这样的一个起步情况。来看一下这一把的起步，起步没有问题，直接放一下氮气，不白领跑拿到了三个。车身位的一个优势，快速流喷，氮气延续，哎，多飘多点飘了一下，现在傻蛋应该是，多点了一下漂移键，手点快了，来快出，氮气延续再跟，前方来到一个断空飘点，起断空，哎，慕白没有接上氮气延续，慕白的延续应该是断掉了，速度慢起来了，是拉得很近，傻蛋这边有机会，双弹射，好，这里的快出看一下怎么样，延续带根，利用空包落地喷形成一个 CW 一走，好啊 ，biu biu， 好，利用空包落地喷再接一个 WCW 喷，这里并没有接弹射，还距离拉近了，慕白得稳住呀，如果不稳住的话，傻蛋这一波换了一手氮气，再接氮气延续，可能有机会多一波超车，所以没，傻蛋这一手犹豫了，应该是犹豫了，他怎么带这个一球呀？带这个一球追不上呀？除非慕白在后，哎，今天又缩短了。来，再连弹射点，一甩，二甩，这个波应该失误不了，这一波没有不留点了。让我们恭喜啊！哎，我的，哎，卡了，又是一个 ECU 啊 ！Zing Speed Mobile， 速度暴露技能。